这样贵重的物品留在我这里实在不像话，总要想个法子早些归还于他。谢之真正说着，瞧见弟弟将那玉佩握在手里，暗运内力，不过片刻，那价值不飞的白玉便化为齑粉。姐姐记住今日在太子殿下跟前说过的话，你不认得季文宇，没有给他做过衣裳，更没有见过什么玉佩。谢之真也知道事关重大，郑重的点头答应。第二日。 林轩到访时，看见一身白衣的少年正站在书案前自言自语。这吕公子好是好，为人太过古板了些，不懂风花雪月。姐姐性子本来就安静，需要找个话多的才好。宋二公子倒是活泼，可也太聒噪了点儿，遇事毛毛躁躁，不够稳重。你一会儿要话多的，一会儿又要稳重的，怎么这般难伺候？ 陛下挑女婿都没你苛刻，所以挑了齐家那么个活宝呗。哎，你不懂，我姐姐的婚事可不能有半点差池。哎，满长安的世家公子，勉强过得去的真就只有这么几位。你们再去查一遍，看看有没有漏掉哪个。少爷，年龄相当又尚未定亲的全在这儿了，余下的便是二十出头意外丧妻的官夫，还有比大小姐小个两三岁的官夫不成？ 八字太硬容易克妻，小几岁的也不太好，不会疼人。你也别一竿子打翻一船人，不是还有句俗话叫“女大三抱金,金砖”吗？女大三抱金砖。谢之芳念念有词，忽然抬起头，目光灼灼的看向林轩。